超越，你醒醒！超越！对，你不给我做人工呼吸呀、啊？我还搁这等着呢。我也不会急救啊。那你给补上呗。心咋那么大呀？咱俩现在在哪儿呢？你等会儿看看啊、哦，这是咱俩在哪儿呢？沙滩，海鸥，我知道了，咱俩在沙漠呢。那有水你看不见吗？哦，明白了，这是个岛啊。岛？嗯。咱俩咋跑岛上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忘了我不寻思领你玩浪漫出海吗？后来船翻了，再后来咱俩就来这儿了。都赖你，玩浪漫，这下好了吧？让海浪给玩了。有人吗？有船吗？有人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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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我起来，干啥呢？我不寻思配合你一下吗？我怎么就找你这么个玩意儿当男朋友呢？王楠楠，你是不是后悔了？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你那前男友。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呀？祖宗，我求求你，你看看。旁边还有没有其他人，好不好？行，你别着急啊、哦，我去加油。天晚了，我怕黑。怕黑哈？嗯。怕我不的。哎，我还是怕你吧。老天爷，你救救我吧！我妈从小也没告诉我怎么当野人呢，老天爷。办事太麻溜了啊！谢谢啊！这个点儿背，整我一嘴沙子，这是哪儿啊？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王丹丹，张小伟，王丹丹，张小伟，丹丹，别动，停。这全世界几十亿人口，怎么就把他给派来了？我说前男友啊，不对，张小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的船出故障了，气这儿了。活该！你在哪家租的船呢？回头我就给送面锦旗过去。哼哼，丹丹，你咋也来这儿了？船帆把我气这儿了。哎呀妈呀，那你坐锦旗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带一个呗。张小伟，你啥意思啊？丹丹，我是你前男友，毕竟这么多年咱俩还是有感情的吧，咱们之间说话别那么太绝，行不行？丹丹，哎，别往前来啊，站好。看，妈，啥意思啊？看上这圈没？从现在开始你要敢出这圈，我这大棒我咔咔给你胳膊头给你打折了，我给你插花盆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植物人。丹丹，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纯粹就属于是刀子嘴豆腐心。丹丹，因为这么多年，松手。丹丹，这岛上怎么还有野人呢？啊，来，根本小心，没野人。丹丹，你松一手，你要再碰到，牙我给你掰下来。站圈里。我说他呢，我说你呢。丹丹，这人谁呀？我男朋友。怎么的？哎呀，丹丹呐，以前你说你呀一直喜欢猴，我都不相信。今天呢，我彻底信了。哎，你说谁猴呢？你再说，你是不是牙我给你掰下来？丹丹他谁呀？我前男友。
他就是你前男友啊？小样的，怎么的？你个儿挺高啊。你来这干啥呀？我来这干啥啊？缘分就是这么奇妙，老天爷就是派我来救他的。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丹丹，臭不要脸！哎呦我的妈，这味儿！你再看呢，你再看这牙我给你掰下来，你信不？还你救他？你搁啥救他呀？我有船呢。你船不坏了吗？罗盘没坏呀，我们可以做个桨划回去嘛。啊，就刚才飘走那船是你的哦？对呀。啊？什么？船？我的船！哎呀，这回完了，咋整啊？丹丹，没事，我会保护你的。你再说话，牙我给你掰下去。别老叭叭叭叭叭叭，还你救他？这是我女朋友。哼，虽然是你女朋友，但是我是她的前男友。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之间不也还算是知己吗？谁跟你俩知己呀？你等会儿来啊，等会儿来，你把话给我说明白。扒拉我什么玩意儿的？这个那个的，什么意思啊？啥意思？用于跟你解释吗？怎么的呀？我是她男朋友，我有权知道她的过去。嘿，你男朋友你不属于现任吗？我不是过去，我不属于前任吗？怎么的呀？什么叫怎么的呀？你瞅啥呀？瞅你咋的呀？你瞅谁呢？我瞅不着怎么的呀？你怎么整的？你不是属于现任吗？我不是以前的吗？这一会儿你不是后来的，我不是先来的，我瞅不着那怎么的呀？你怎么的？你跟谁俩叭叭的？你再叭叭，你信不信我牙我给你掰下来？别吵吵了，站圈里去。那个丹丹，咱现在咋办呢？咋办？你问我干啥呀？给丹丹做点吃的吧。这个时候，他饿了。你别说话。他说话牙给。不是，还是他了解你呗。我都饿死了，大哥。那个，没事。刚才我看了啊，这岛上呢。海鲜有的是，一会儿呢我给你烤大虾，烤蛤蜊，烤鱿鱼，你就说你愿意吃啥吧。还是烤大腰子。你别说话。他说的对。不是，还是他了解你呗。咋整啊？那个那行，你要是不愿意烤，丹丹可以烤我的。你别说话，用得烤你的吗？你那玩意儿都坏了。你那还臭了呢。我乐意。怎么哪能有你的叭叭叭叭叭叭的？怎么办呢？那你就随便给我整点吃的吧。行，那我去找去。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出这个圈儿，给你掰下来。小心点。行，没事。丹丹，冷了吧？其实啊，你这个男朋友挺好的。这个时候说那些干啥？哎，你不害怕吗？哎呀，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呀？天生胆儿就大。就这么说吧，蹦极我都不拴绳。你那不是胆儿大，你是命大。也许吧。哎，你说小超越要有你一半了解我就好了。丹丹，要不然咱俩再继续，让那个猴再找一个吧。拉倒，好马不吃回头草，咱俩现在这关系，做个朋友更适合。抓住了，抓住了，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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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抓住了！你俩谁抓谁呀？你表面干啥抓的我？是我先捅过的他呀！哎呀，我让你跑，让你跑！哎，别踩，别踩，烤了吧，快烤！对，烤，快烤！这螃蟹挺肥呀，是肥，烤不了了，你生吃吧。嗯，生吃不行，丹丹胃口不好。你别说话。他说的对，还是他了解你呗。啊，你要饿死我呀！丹丹，你别这样，你放心啊，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我就绝对不能让你受委屈啊。那你都想办法呀。对，我想办法。那个我打火机也没，你带打火机没？没有啊。你别着急，我想办法。行，有办法了。啥办法？你想一个。钻木取火。跟我想的一样样的。快，来，对对对，找块木头来。对，这木，哎，这有木头来，快找个棍儿来。这哎，小心，你还进手，挺结实的呢。小心手，快，这么去我转来了，兄弟啊，我来吧。
哎呀，不用，你这手都秃了皮了，快来。不用，我来吧，我来吧，照顾照顾丹丹得了。兄弟，我说句心里话，你这个人啊，还真就不错。嘿，丹丹选择你呢，也是对的。以后你俩好好处，别对不起丹丹。那是必须的。但是哥们儿，你要能跟我说这话啊，我觉得你也挺仗义啊，挺够意思啊。兄弟，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俩当哥们儿处。当哥们儿处干啥呀？咱俩当知己处呗。行啊，来，你给我来，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哎，别抢了，我来吧。你就搁边上等着吃现成的得了，这事俺们哥俩就办了。你俩老爷们用着你呢、啊。来，快来来来，快！哎，快快快快！活了活！哎，活着了，着了！哎，着了！哎，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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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呸！你们谁呀、啊？你们谁让你们在这生火的？我出海去趟补给站，就这么会儿功夫，你们仨要疯啊？你们从哪儿来的？你们到底谁呀、啊？什么玩意儿？你们谁呀、啊？你谁呀、啊？我们到这好不容易把火整着了，刚要烤了，没能烤的，国大就整灭你。谁呀、啊、你呀、啊？谁呀、啊、你呀、啊？你谁呀、啊？我是管理员，这儿离陆地就15分钟的路程啊！我告诉你，你们生火，我找人去，罚死你们！你找吧，你找吧，你找多少人，我牙都给你掰去，找吧，我给你掰去。你们真横啊！别走啊，有本事别走！我就不找你了，等着你，你看怎么整的？你说咋了？还搁那摇人呢？你太不要脸了！咋了？怎么整的？有人听我说，离陆地就15分钟，咱们回陆地呀、啊？不回，这样就搁这等着，看着怎么的？臭不要脸，来吧！还跟我老……哎，超越，咱不能在这块过夜呀、啊？就在这过夜了，今天晚上不回去，我们爷俩俩去了，等着你。哎，不要脸，来吧，你们俩去，来，哥们儿，去，去，去，哎，来。快走啊！相声闯进城，马吉跟我摇。大家好，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喜剧清流王自健。哎，大家好，我是 Yellow UP 皇上大张伟。对，我们是大王府。不见，不见。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全新打造的大型话题类喜剧综艺秀《笑星闯地球》。前置两天晚，柔光双射，照亮你的美。本节目由 vivo X 9独家冠名。现在咱们的喜剧界呢，都兴这个流派，是有清流、泥石流、非主流。今天着重的认识一下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哇，他是什么流？这位嘉宾号称是拉布拉多韩流。韩流啊，就是他无论演什么小品，都非常都会冷场，好尴尬呀！掌声有请潘斌龙演。真的哈，不要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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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为什么？喜欢我的人在哪里？哦，谢谢大家，都是影帝，都是影帝，全靠你们，厉害，节目全靠你们了。你们好听话的。我们能不能这样？我觉得还要把现场气氛搞活跃一点，这样大家养成了不鼓掌的习惯，对我们特别不好，你知道吧？来来，我们一二三，预备，走，好，啊，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气氛嘛！我这辈子从来没这样要过任何掌声。不是啊，我那刚才是要两声吗？您也是一个喜剧大嘉宾，一上来跟领掌的似的，这样就是你不能跟现场导演似的。你们俩也是著名的主持人，一上来以后让嘉宾这么尴尬上来，你说也是很奇葩的是吧？没有，我们其他嘉宾没这样过。大家我被头一个不知道，你可不知道，大宝来说观众都蹦着。对，然后第二集蔡少芬来，观众都啊就那样。后来每个嘉宾来，观众都跪着看。我觉得大潘老师是我那会儿从爱笑会议室就一直关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喜剧人，这里真的要。优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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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演啥像啥，真的是，尤其是他是还有 CP 的，你知道吗？哇，谁心那么宽呀、啊？这谁、啊？大潘跟佳佳，对啊、哦，大家对不对？哎，大家组合，我们是大家好组合。好，再次欢迎大潘，我们就坐，好不好？